今年过年我就不回去了啊，在组里过年也挺好的。嗯，我买了特产鸡给你们，不贵不贵，我们导演报销。嗯，哎，我们导演还说了要给我们加工资。炸！那行，在家照顾好身体啊。哎，好。欺负人。导演，你过来，你小子怎么知道我给你们买年货了？1月20号到2月18号，京东年货节，很多商品都有优惠活动。这是我在京东搜索家乡年味，给叔叔阿姨购买浙江本地的金华火腿绍兴黄酒，让他们也尝尝咱们这儿的地道家乡味。好的，导演。啊，还有这个红包，记得把钱给家里打回去。谢谢导演，来，托起。道具。道具呢？道具，哎，导演，你干嘛呢？不是导演，这不是快过年了吗？我在得物上给爸妈买点衣服，这得物上全都是正品大牌，新年活动力度大，而且特别的优惠。没事，导演你要不要？要是要。来，你道具。我这道具没有毛病啊，这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哎呗，朕只独宠你一人。搞皇帝！你别笑了！咔！你动什么玩意儿？不是导演，我想死在这。下次给你安排跟他的床戏。好嘞，导演，你别笑。炸！导演，这就是我们俩的床戏，这你快点吧。吃药了！哎呦我的妈！我操！开始！哟，这是没事吧？